去就过去了，别寂寞，至少我们没有擦肩而过，差不多。晚上的情绪会是最好的，对，因为大家还在比较嘈杂的环境里面去彩排，还是会有点不是很好吧，不算很好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可以那个等一下，我把先生叫上来。好。哦。咋的？紧张了？不用紧张，因为这是我新歌，我第一次现场唱。那会紧张，那我是有点不熟。对，新歌第一次舞台经验都是会很紧张的，对，因为不知道现场是啥样。唱的好好听，但是我要给先给我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女公主把这个打完。啊